千手观音吗？前面的。姐姐你的，妹妹你的，快点。我们是几楼？第一柱下。第三。还没有裂开啊。不能千手观音裂开啊。哇，下大雨了，超级大的雨，对不对？来，小红你的。跑到旁边去了。挖洞，等一下。哎，小猴你要抽吗？给你抽好不好？小猴，这蛋给你抽破，来快。等一下，爸爸拍照，爸爸拍照。Action。好，谢谢你，感谢你。对，这样冲飞出去一下。你要车回吗？好啊，你要冲吗？车回吗？你没有人要出车回？那冲给。我车回还没摆进去。开动。目前大王挑战林岭已经吃完一个可丽饼了，继续回头吃他最喜欢的烧肉，发现现在胃已经到这里没办法吃完了，所以爸爸帮他吃。没有。哇，祝你吃了这块肉，哇哇太大块，噎住，会不会噎住呢？卡住，哦，那整个这边去了，哇！林岭选手继续趴着他的饭，为了把饭趴干净，将来才可以跟妈妈一样嫁给臭秃头，所以努力的把饭。没有这回事。年龄选手继续吃了他最后的两碗饭，最后的两块肉，这两块肉是不是对他的最大关键呢？会不会就在这边卡住呢？他用轻轻的吹着这块肉，把嘴里肉快速的咬掉。哇、哦！目前使出了必杀技抖肉，快点！抖，好，快点吃了。哦、我是吃呢都一直吃不完，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吃完，觉得很开心。然后呢，我感觉大声点。然后呢，我感觉呢，这现在我觉得我心里在嗨，我头脑也在嗨，我整个人没有在嗨。你永远是很嗨的啦。我陪你们俩小朋友逛好了，你们想要买什么的？爸爸通通不会买给你。皮卡皮卡，喵喵喵喵。嗯，喵喵喵。哇，真的好像艾莎公主呀。我想看。好像安娜呀。反正是可以买来去玩沙用。哦，一次两只哎，59块，这好不好？可以爬沙。59。嗯。不喜欢哦，幸好不喜欢。你要做什么？想喝这个。妹妹，你要什么？想喝这个。好，来。门，点开。好，拿去给妈妈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